小奥特曼，你竟然还在这里玩，不写作业找打。哎呀，不要打我，我要告诉迪迦。迪迦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看视频呢，为你逆光而来，可好看啦。迪迦，你给我站起来，不能输给戈尔赞，可恶的怪兽。宝宝，迪迦马上就要变成红色了，快看。哇，迪迦奥特曼力量形态，好帅呀。我太帅了。哎呀，好疼呀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，我叫你一次打一次。你竟然敢欺负我！回光之国啦！小奥特曼，我的身体没能量了，把你的能量分我一点吧。你给我滚开！哎呀，好疼呀！你竟然踢我！我要告诉鱼头怪，你欺负我！鱼头怪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看青莲剑仙传呢，可好看了。